行，他老静坐嘛，静坐时间久了需要一些轻微的运动，但是剧烈的猛烈的运动又不行，就是配合这个动工，配合这个静坐，哎，运动一下嘛。最后他们在山里发现很多这种古猿、猿猴啊、老虎啊，就是做一些动作嘛，他就模仿。所以近似于中国的五禽戏啊，很多，所以他就有什么拜月啊、犀牛拜月啊，什么那些，哎，什么天狗拜月、啊、等等，他很多瑜伽动作是来源于动物的。哎，然后就是一些在山里修行瑜伽时，就变成了一些瑜伽功法，最后配合呼吸，就变成了一些气功啊修行的方法，然后就流传下来，就成了现在很多人练的专门的瑜伽。然后他动作一配上呼吸，就变成气功，再加上理论指导，说你应该奉献，就像奉爱瑜伽，你应该利他奉献，再加上就有了菩萨道的东西了，就变成了一个好像理论体系了，就不断的去变，就这样子。所以现在很多人瑜伽门派很多，哎，那很多里边瑜伽是配合呼吸的，然后呢，就是以前瑜伽是一些修炼方法，就像我这儿你很多人打坐，我是配合太极。就是介绍大家学习中国的太极拳啊，因为太极是动中求静的嘛，它都过动也是蛮好的。如果你学习瑜伽配合，因为静功呢，静坐时间久了的话，腿啊脚它气血容易不通，有些就配合动功是比较好的。就中国有，我觉得太极拳更好，太极的站桩啊，就这样子更好一点。